有很多老粉丝在评论区留言问我，韩哥还当小学老师吗？打他们那届小学毕业之后，我就不当小学老师了。他这会儿这大学都快毕业了，你想都多少年了？我跟郝老师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、嗯、然后就感觉我们俩昨天还在一块玩一样。是啊，对，之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郝老师一起放学录录视频录录歌什么的。你跟我一起放学吗？这丫头十年前唱歌稍微有点跑调，不知道这十年有没有进步啊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想聚集时就是一种缘。